几百块钱都没找到，也就挣到几万块钱。这是啥的？你手上的粉胶？那彩小贴，那我粘粘。快点啊，要下班了，都办不到了。咋还要整这些东西哦？那自从我签了就选我的，是不是？早晓得喊几了。你是女的嘛？你那不是一样的啊？我的意思是我身份没身上，那个人弄照片弄不来，所以说我等了你，我着急弄久，医生等到要。你回去看好子屋头，我走不到。那护工我不想要了，整得也不仔细，然后脑子也毛抓抓的，整得没青铜。我在这儿，但是用那一套衣服下去就要可以洗澡。现在也交费是不是？不交费，办医保。那不是交的手续费吗？手续费的不在交费。好。医生帮我们嘛？医生说先交了吗？这是结算。结算养的会交钱。这些社保卡你交的吧？交啥子费？就是那个领养的手续。手手手啊。然后单子红色单子嘛，我们看结算。拿过口罩去，拿过去。我到时候出院了。肯定这单程一号见到，你到时候你交那些钱后边我两算。你饿没有？我把稀饭给你弄一热好吗？我今儿吃了个香蕉。不是啊。交了我钱哦。你管弄啥子嘛？你管弄，我已经交了你。积极交些，到时候后边我喊来去。几百块钱都没找到，也就挣到几万块钱。哎呀，你说这啥子嘛？你说这。钱找来要用的了嘛，这些东西不想发生的已经发生了，就不要管那么多了。你要不钱我也交了，你就不管了，只是好好的把心态调整好，明天再好说说，听没有？不要相信，没有哪个人说这东西老想发生的什么什么，哪个不想走这医院走嘞？不安心，随即的要吃啥子我给你弄，还只是说医生说现在也不要吃多了，因为明天。给你做了手术之后，你知道吗？打了麻药，晓得吗？所以尽量不要害怕吃多那个，肠子里面喝里面肠，然后那些，所以少吃点那种吃稀饭。你待饿了我给你热，待饿了你就说，听没有？你不要看那个，你休息哈，我出去等过一下啊。那哈你看到？你别考虑那么多，你安慰到你自己，娃儿些晓得，进了脚子。给你心痛没得办法的，你痛你脚子跟他挑东西一样的，帮不到你忙。你心态放松一点，开心一点，痛一啥子？遇到遇到了，你别想其他那么多。姑娘。哎。你吃饭没有？还没有。来亲，我跟你说事哎。来我妈昨天看料子拽了来那个脊椎骨裂了，带裂了，现在我们弄的路子医院这边来了，明天要手术，知道吗？因为医生说手术还有风险，所以说我跟你说一声也是。在哪儿医院？泸州中医院。泸州中医院。那昨天我来不到的嘛，我弄。你不累不累，因为你累也比较麻烦，要转车挺麻烦的，还有嘛，其实问题不大，医生都讲了，只是说常规的手术的呀，任何事情都有风险，就是说是你，娘家人嘛，我们要跟你说一声，晓得嘛，你不晓得的。哎呀，那咋说？说凶呢也不凶，你说不凶呢也凶，晓得嘛？其实。就是拽了筋了，拽筋了，但是刚刚拽筋了，就刚刚把那尾椎骨的带裂了，尾椎骨一带裂就撑不起，晓得嘛？人也撑不起来，然后那个尾椎骨啊带变形了，把那个脊髓压迫到了，现在像那种就是动都不能动，一动了就碰那个脊椎就痛，晓得嘛？所以说现在明天医生安排了明天手术来说。对，要打钢钉，要打钢钉，问题啊也不是很大，只是说任何事情都有风险。如果你一直跟我们讲了，那我们呢也还是就是说，我这边还是跟你说一声，晓得嘛？你不想来的，因为你在屋头也比较忙，晓得嘛？就是我晓得，你要从那边，我都是昨天做从那边联系回来的嘛。我在这，我姐姐、我妈了哈都在，晓得嘛？不想来的，只是说做事情要跟你讲到一下。
明天老师。明天具体时间还没定啊，一直还没定，反正到时候手术好过之后我跟你说嘛。嗯，要得。